着忠实的仆人。一成不变的日常让您感到无聊了吗？今天的红茶我试着加了些佛手柑换换口味，来尝一下吧。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主啊，没事，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无论做怎么样的决定，丽塔都是您最忠实的仆人。任务完成，看来赶上红茶泡好的时间了。任务完成，看来赶上红茶泡好的时间了。